真的，多则六七十年，少则四五十年，我们都要从这进去。我是你妈吗？我是你妈了，这你妈是电视还是你妈了个逼探头？我是你妈吗？看看，看到没？这你妈电视还是探头？哎。你妈喽！哎，我是你妈吗？哎，欢迎叶游勋大哥，这他妈了个哎！赶紧喜欢找少妇的男人。妈，咋不跑了呢？哎，欢迎静，感谢叶秀勋大哥。哎，这妈咋不跑呢？感谢花落，欢迎榴莲姐姐。哎，咋不跑呢？这个，乖，好臭啊！这个，欢迎卡通。进不去，赶紧下来！算了，我还是下去吧。我是他妈的，还是下去吧，实在不好搞。好嘞，还是下来，下来，赶紧卡通。哎呦我操，不好下呀这个！哎呦我操他妈的！哎呦，我是你妈吗？我是你妈吗？哎，去你妈的！我操你奶奶的！哎，我是你妈吗？播吗？放屁了吗？好了，印象女装，天津光华学院废弃了吗？老铁，你们别给我讲说听说，知道吧？最起码说，你们得给我找地方，得能播。感谢一哥，知道吧？必须得能播啊！你不能说不能播，你就跟我讲，我是你妈的！我是你奶奶！欢迎静心，欢迎小鱼儿姐姐。是不？欢迎小南瓜，暗光吓人吗，老铁？欢迎影子，欢迎虫什么草？黑暗处可能有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到这种黑暗暗的地方，我就特别害怕。我操，氛围感来了。哦，哟，这地方亮，不行，加两个大暗光。哦，是他妈真黑这里边，我操！这里边他妈真黑，我操他哪了个逼的！不行不行，太黑了！我是你妈吗？乖，黑谁说白光不吓人的？白色不吓人呀！白色不吓人说的，我可笑死了！赶紧下土，真的我可笑死了！我不知道他是被哪个主播洗脑了，知道吧？我是你妈吗？哟，我是你妈吗？还好吧，还好了，女侠，欢迎红哥，是你妈吗？
你碰过飘追你，我碰过飘飞着追我的，好像果仁妈，我操他妈的，好像果仁妈，好像老小啊，我是你妈吗？还飘雨。是你妈妈，还雨涵，还是他奶奶，对呀，感谢像梦一样自由。感谢穆小穆，感谢我的娘们儿，我是你奶奶。没事，欢迎如初。没有，又招来。是的，那次没给我抓着，给他们吓跑了。我操！感谢小陈，真的，那次没给我抓着，给他们可吓坏了。我是他奶奶。可他妈吓坏了，那次真的有两个人来抓我了，快给我下来，我蹲在那儿我动都不敢动，谁吓坏了来抓我了吗？感谢叶可小姐姐，当时我去拨那个骨灰汤，可能就是有黑粉报警了知道吧，然后那黑粉直接来抓我，哦不对，直接报警来抓我来了，快给我吓死了，我是他奶奶。哎，你妈个逼，怎么又关了呢？哎，我是你妈吗？哎，哎呦，我是你妈吗？啊！我是你妈，滚！操！啊！啊！我是你妈吗？哎，干嘛？哎，没事，我。我是你妈吗？我是你妈喽！能带粉丝播吗？你刷条龙我带你播来，刷条龙我带你播。哎，妈车呢？哎，我是你妈吗？你妈个逼的！操他妈！是你妈吗？俺是他妈吗？是两个是吧？对的，我记得我拿的是两个，怎么变成三个了呢？我自己我出门我不带现金啊！如果出门，谁出门现在带现金？是不是你？谁出门带现金？我的妈！谁现在出门？还带五毛钱现金，你看是多少啊？三个呢？刚才我拿了两个，我不知道，这我真不知道。你不是说两个五毛，两个五毛，两个五毛，两三个五毛的，两个五毛，两个刚才拿的是两个五毛的。不是刚拿了，但是我刚才拿的是两个啊。
壁咚。还是他奶奶。天天，你信不信老铁？你信不信我？你信不信我？天天，我是你妈！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不知道呢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还他妈给他吧，我是他奶奶个逼的。墨白色的，靠，下雨没外边，还好没下雨。第一次看到，是的，还好没下雨。多出来那三个三台大钢供的，我估计算。我估计算上我供，哎呦我操！地上有血，哪有血？啊！我是你妈吗？刚才弄得我他妈心里边咔了妈一紧张一下子，真的，我他妈小心贴点，应该不会吧？我是你妈！我操你奶奶！哎呦，我是你妈！我是你奶奶！我电你！操，这是干嘛的？我操！我操，这里边还有啥东西？这里，啊，要找你来理发，别瞎说啊！哟，我操，真，看到没？也真，啊，镜子再照一下，行。我操，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啊！我操，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啊！我是他妈的，照相，照相，照。你手啊，手，那不正常吗？对我来说，摸摸不正常吗？没有啥，没有吧？完事儿是吧？我是你妈！